找一帮手。有请陆琪老师登场。我刚才听半天，大哥之前喝酒啊，现在还可以啊，现在就喝酒这些毛病改掉了。其实是这样，戒酒这事儿，我做过戒酒小组，就是他真的戒酒是一滴都不能沾的。我个人觉得还是不能喝，一滴不能碰，就不能碰，不能碰。因为你之前有这么一个过程之后你万一又遇到什么难事儿，哎，你又会开始喝，因为你中间没有断过，你又会喝，又会加重，然后之后就可能真的就进入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酗酒的过程。然后我想那个说一下，就是你的整个的一个心理的一个状态，为什么他一定要出去？我倒觉得他心里面有一点事情是很好的，他现在的责任感可以说是爆发。你是不是对他的母亲跟姐姐有愧疚之情？就通过上回跟他母亲谈了一些话，他母亲也跟我谈了一些，是有。你觉得对不起他妈？对。那么也是那个60多岁了，你看还自己下地干活什么的，觉得心里也不落忍。其实他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还是一个好男人。好男人啊，不能说他以前动过手，就完全就一棍子打死了，是吧？为什么？因为他觉得，哎，这一家四口五口，他是唯一的男人。他得养活这个家。除了你儿子是吧？那个儿子还没长大呢，哎，唯一的男人，他是主心骨啊，必须要养活所有人啊。但是，好男人啊，是好男人，但是你会不会觉得自己突然之间又拧巴了？又拧巴在某一个点上面，就好像你事业失败之后你就拼命喝酒，觉得喝酒能够麻醉自己，然后不喝酒之后你又觉得我要重新开始事业，觉得做事业又可以拯救一切。我就想自己有一个目标。创业对于男人来说很重要，我支持，但是创业跟家庭哪个更重要？你觉得老婆、儿子和事业哪个重要？我觉得都重要。如果你有了事业，老婆、儿子没有了，你能接受吗？不能。对，我就为了让他们过得好一点。那在这个情况下来看，还是为了你觉得老婆、儿子跟事业哪个更重要？老婆、孩子。那也就是说，为了老婆、孩子，你是可以牺牲一部分的事业的。还是我觉得是往外面跑一跑好。40多岁，你的儿子上幼儿园，马上要上小学，你觉得他可以离开一个父亲吗？你觉得你是一个有家庭责任感的人，但是为什么在事业这件事情上，你觉得我是可以抛弃家庭而去追求事业的呢？这个时候你心里面想的东西，究竟还是真的是为了老婆孩子，我要让你们过上好日子，还是自己那个追求事业这颗心抑制不住呢？还是觉得我不要再做一个窝囊的人呢？一个男人的家庭责任感就是从照顾老婆孩子来的，不是给他们多少钱，而是陪着他们。你陪着他们的状况下能挣多少是多少，不陪着他们的情况下挣多少都是空的。对，非常对。在一起过平平淡淡的日子，在一起发挥你的能力，你能挣多少钱都可以，你老婆都能接受。我觉得你老婆真的是算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个人。我们先把准备工作1年2年，我们在北京找一餐馆打个工，先学会了，钱也攒够了，然后再跟老婆好好商量，行吗？到那时候你当然还得看儿子读书书或怎么样，各方面还得征得他母亲跟他姐姐的同意，大家的劲往一块使，这事儿才干得起来吧。说这个有道理，人人都想成功，都想顶天立地照顾家庭，能做到这一点的人为什么不多呢？有时候想成功的心太急了，而且不是每一个男人每一个人都适合做生意。我跟你就咱们简短聊这么短的时间，我说我一个可能不太成熟的判断，你不是一个生意人，你更适合做个手艺人。对，你不是有师承的这个厨艺吗？把它做得更好一些。做一个成功的厨子，有的时候比做一个所谓的操心的老板可能更幸福。他老婆很适合做老板。
哎，对，他老婆有点那个劲儿。对，忍辱负重，你知道吗？老板娘开店，你专心的打理好厨房，我觉得这事肯定能成功。就在那个北京周边搞一个小店，我觉得这肯定行。你一个人跑那么大老远，老婆还不孩子不在身边，酒还没完全戒掉，我在我们看来你也不是特别适合经商，回头再被人坑了，再借酒浇愁，再有点什么其他事儿，你这日子又完蛋了。他那架势特别像大厨那种行政主厨那种架势。我觉得你这个可以考虑啊，带上老婆创业啊，这个才是正理。看看，暂时先把这个计划搁置一下。对，搁置就行了。这小李，你比老戴更成熟一些，你应该管着点自己的老婆。我希望我以后说他，他要听，他不要不听，他老是拿反理由来反驳。真的，你老婆挺成熟的，虽然年龄小，挺有担当的。你听他的，做好自己的手艺活，日子就错不了。行，没问题。哎呀，谢谢，聊了天，谢谢，玩物，谢谢您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